那今天呢，我邀请了两位 YouTuber， 一位是10万订阅跟三万订阅的 YouTuber。我们先有请胡子，耶！然后另外一位就是梅博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来谈话啦。好，那胡子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观众们要叫卧？哦，卧虎哦，那是因为我开一支影片，就是征求那个名字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啊，征求我说观众来信，新年就是卧虎藏龙，就是卧虎藏龙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卧虎藏龙，那观众就是卧虎嘛，卧虎里面藏着两个，就卧虎藏龙加虎。还有，为什么名字叫胡子？胡子好像一开始就是胡搞的小子，我不想给大家太这个差，就年龄层差别太大。那本名里面是不是也有？很多人都猜我姓胡。然后梅博跟胡子的订阅数是怎么变得那么高？怎么变得那么高的？是一个问题，怎么回答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你只要一直专心做大家喜欢看的内容，大家喜欢看的就会越来越多。那美国是怎么让订阅数增加呢？我觉得内容更重要啊，我觉得这个像交朋友一样，如果然后就是引人好，个性好，要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自己三个人没有。无论是谁，我朋友，我朋友几个，然后人家就是虚的，人家就是这个在意我的那个角度，因为上面是内容，我们也会以直播来获得订阅。接，那是我接，我在看电影。周一至周五的话，就是不定时的直播，不可以不定时，然后定时定量，然后晚上的时候也会直播啦，就是看会直播什么游戏，然后六日的话也是，游戏的话也不一定，因为是录影的话也不一定会出现，然后也记得继续订阅胡子还有梅博的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见。
打开我们铃铛，会接到他们的影片的信息。那也谢谢大家，也谢谢胡子跟梅博的参与。那也记得分享，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，可以到我们 FB 或者是 YouTube 的聊天室问我哟。还有记得去关注我的 FB 粉丝，还有 FB 还有 IG 哦。那影片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Now I know